陈意涵与发型师 Tom 2014年恋情公开，但当时却被爆出男方早已有交往多年女友，让陈意涵被冠上小三之名。如今稳定交往三年，今年初还被媒体直击小两口在台北街头甜蜜约会，近日却又被媒体爆料两人已经和平分手。原因是陈意涵近来忙着圆导演梦，而 Tom 则是跟着艺人到处飞，在聚少离多的情形下，感情自然转淡成分手主因。其实陈意涵曾在网络发文透露，我想人就是过得太舒服，所以找罪受。其实谈恋爱也是，人生呢总是不能太顺遂，感情变化有迹可循。而针对陈意涵已恢复单身一事，陈意涵经纪人表示，私人状况无法回应。